今天是我第一次在街头然后表演，然后对我来说也是刚刚出道，因为刚刚跟公司签约，然后也要非常谢谢刚刚我们的那个这么多的小姐姐们，谢谢。然后今天要谢谢大家，很开心大错车即将会在七月开始要跟大家见面了。这应该是对阿美来说是从1983年这部电影然后曾经创造了应该算是亲情爱情友情让大家追溯了这一部家喻户晓的电影，所以这一次我们重新来做改编，然后终于可以站上很棒的舞台上面要跟大家来分享这部音乐剧。4月1号正式在 iPhone 然后全省应该算是全面开卖，也希望大家到时候多多支持，谢谢大家。